对，慕容医师如果答错怎么办？医师来上次节目很冒风险，糟糕，酒精应该杀得死吧？我有点疑惑了，以后人家不敢去你那边看了。你吃火锅会有那个鸡蛋吗？其实有的没有洗干净，因为这样去打蛋，你那个蛋壳感染也会弄了。不过那个比较多的是沙门氏菌，你敢纠正鸡？没有，难得有一题我会的，我赶快讲一下。TVBS 欢乐台42频道，周一到周五晚间8点，拜托 ATM。